我的名字叫连州，英文名可以叫我 Lenzo。 我14岁开始跳舞，一开始学习就是花族，然后就现代舞，然后芭蕾，然后23岁在 NAFA 开始学习比较专业的舞蹈训练，然后直到26岁才毕业。我编舞的经验的话，其实我16岁就开始编舞了，也是一开始先编花族，然后在 NAFA 里面也是有学编舞的 module 这样子。毕业过后呢，我也是有陆陆续续一直参外面的 project 去编舞这样子，关于我的舞蹈的话呢，我的舞蹈名称目前叫相生相克。为什么会有这个 motivation 想要去创作这一支舞蹈呢？其实它是我的 NAFA 第二年的一个功课，所以我是想要把它来 rework， 配合这一次 emergence 的主题，Genesis of Life， 我是觉得非常适合，所以我就决定要重做这一个作品。为什么会有这个 idea 呢？就是我本身是很喜欢命理学啊、星座、生肖这一些八字嘛，每个人都有八字，八字里面的金木水火土的成分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会遇到一些人很聊得来，感情很好，有另外一些人就不太聊得来，然后就时常吵架、不爽之类的。这些肯定也是因为跟我们人跟人之间的 chemistry 有关系。然后这么为什么 chemistry 不一样呢？就是每个人八字就是有一些就是不合啦，就是相冲之类的。所以我觉得在舞蹈方面它会是一个很有趣的题材。舞蹈也是人跳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们跳舞的时候，我们也是遇到一些很多需要去揣摩的一些东西，这个过程中也是一种 chemistry。 所以我觉得把这个过程人跟人之间的 chemistry 表现出来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。